群消息太多，怎么折叠隐藏不重要的群聊？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加入的群聊数量？我没有数过，但是不用数也知道，很多群只是刚创建的时候热闹，慢慢的也就没人说话了。而有些群一直比较活跃，只是吧，聊天内容可能根本不是我所关心的。这样的群如果暂时不想退出，那么可以通过以下设置来管理，减少他们对自己的影响。首先，点击打开一个群，看见右上方有个三个点的菜单按钮，点击打开，把消息免打扰右边的按钮打开，随即可见多出了一个新的选项，折叠该群聊，要不要选择折叠？你可能需要先了解折叠和不折叠的区别。如果只选了消息免打扰，不折叠群聊，那么这个群的新消息会以小红点的形式呈现，而不是显眼的红色数字，也不会伴随消息提示音，相当于静音了。但是，群的位置还是会依据新消息的时间排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群里一直在聊天，你可能会一直在聊天界面最靠前的位置看见它。而且，如果有人艾特你，或群主艾所有人，你都会收到很明显的提示。可以说，免打扰的效果有，但是不彻底。更彻底的做法就是选择折叠这个群，这样你就不会再接收到这个群的新消息，即使是被 at 也只会显示一个小红点，而且所有被折叠的群都会放在被折叠的群聊这一标签下，混杂在各种聊天信息和公众号信息中，基本很难一眼看见它，也因此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信息，当然多数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信息，不然你也不会折叠它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在搜索框中搜索折叠，可以快速找到被折叠的群，点进去即可查看各群的消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选择折叠哪些群？